第三十四题，乙丙戊三尺带进入的时间长短为，我们这是打点计时器，大家在相同的时间打出相同的点数，所以点数越多，时间间隔就会越长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乙的点数是最多的，所以乙画的时间最长。而我们的丙有一个点、两个点、三个点、四个点、五个点、六个点、七个点。而我们的戊呢，有一个点、两个点、三个点、四个点、五个点、六个点，所以丙有七个点，戊有六个点，所以丙花的时间会比较长。所以乙最大，然后是丙，然后是戊。所以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乙丙戊三子带的记录时间长短为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乙大于丙大于戊。